感谢我普莱丹的哥，感谢兄弟们双零幺八八，六十六把车走走来，108万，感谢兄弟们。你们现场有9万个人，咱们就刨去手机用户5万个人，一人刷一张就是5万票，刷点击免费送一个的来。感谢我外卖师妹狗懒子鸡妹的，感谢我哥。就在现在，110万，站美的狗，那是把你成奶奶。来，兄弟们，116万，爷们哥。志哥，感谢介绍，现在能刷六六的全来六六了，有一个的也算了。咱们没有太大的飞机，但是都是六六啥的了。感谢露露侠，感谢所有兄弟们。这样说一句话，平时咱们是不咋拉票的，这非要我拉票，我一拉票我跟你说我指定是急眼。我就问你们有没有气势，兄弟们，120万，告诉我，我看看还差多少了。感谢我志哥再次刷出的出手六六，50万了。感谢小智，感谢大伙，感谢所有兄弟姐妹。不这个讨论，不议论，做安静的折战军，刷免费的票了。感谢社会上刷的1次1次，谢谢了。再次感谢所有兄弟们，人多就是免费票香。124万票，加百一品最大的帝国呢，刷个50万，先刷一刷了。感谢我志哥，感谢所有兄弟们，万分感谢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这一爆发一下干100多万票。咱们从50万开始拉的吧，拉了70万，瞬间拉，先往130万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有机会。哎，呀不哥，简单木木，你俩千万不用刷，我能拉多少刷多少，不行一会儿我就关直播了。晚上我也开一会儿，晚上我8、9点啥再开一会儿，然后把票啥的往上整一整。我家兄弟吧，最近也老说我这个拉票啥的就不当回正事儿啥的，也正当的说不当回正事儿啥的，我就正经拉了票。但是我先说好啊，我绝对不针对任何人，我就是拉自己的票，我想把我票争出来，我让我自己家兄弟也瞅一瞅啊。我并不是说我没这个能耐，我也是尽量我加油吧啊，就没别的意思，能明白的扣一。我绝对说不是说针对任何人咋地的啊，咱就是拉票。我是一个主播，我跟人家的主播啥鸡脑子，不可能的事，我从来没干过这事儿。感谢所有兄弟们加油吧啊！有的兄弟说哲家真心给力，给力你就改马甲加的了呀。禁止蚊子，改马甲。后边改成追随阿哲，追随哲宝宝了。现在125万，兄弟们，右边的免费票再走一波了。